白敬亭的对人能力有多强？大家有什么梦想想实现，可以找我一起来睡觉。可以帮我实现长高10公分的梦想吗？梦想和痴心妄想还是有一定区别。我呢是这个村最有魅力，然后性格最 man 的一个。他们都不认清自己的现状。这儿有牛，你可以吹一下。我这儿有牛，你可以吹一下。他家有一个甜品，我特别喜欢，但是要吃这个甜品要等50年。这吃的是石油吧？这吃的是石油啊。早班有些时候怼你啊，是让你就是睡前都会想一想那个，极其不舒服。